虽然现在已是春天，但气温变化无常，早晚温差大，倒春寒在考验着每个人的身体，尤其是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病患者，无论是外出还是在家，这一类人群必须要做好保暖工作，穿衣戴帽，多加注意，以免增加心梗等心脑血管急性事件发生的风险。